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乔宝。就在今天3月8号，我们国际服更新啦。今天就一起来看看我们第18赛季更新的一些车子以及人物吧。那我等等也会来实抽最新的赤灵毒蛇，来看看总共要花多少钱哦。那我会来实测一下车子的性能数据，来给大家参考。那就开始今天的影片吧。哇，有够帅！好，那这个呢，就是我们的毒蛇中心，就是我们赤灵毒蛇的获得方式。然后它是用神秘钥匙。好，我们可以看一下。那这次呢，也是两款颜色可以给你们选择。好，那我现在有20把，然后我们目前只除了5000电池。好，我们现在实抽看看。哎，它这个啊，我动画忘记把它勾选了。哇，都是抽到一些垃圾啊！哇，他这样跑的有点久，他这个也没办法跳过哎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吧。好，抽了一个喷漆，一个都是没有用的东西啊。哇，可是不管怎么抽，如果你要拿到尾饰的话，哦，这个动画是什么？哦，这个动画就代表是有抽到上面的奖励，其中一个奖励吧。对，我是拿到喷漆的。所以有跑刚刚那个动画的话，代表就是你有抽到上面的一个奖项。好，如果你要拿尾饰的话，那我们看到左下角它是一共是要满360抽，所以说如果你是车子跟尾饰都要获得的话，基本上你就要满360抽。对，然后你是车子跟尾饰基本上都可以拿到，应该不太可能360抽车子还出不来吧，应该不太可能。好，我这边要继续买钥匙了。感觉我这个5000电应该是不太够，等一下应该还是要储下去。我这个5000电池有点少啊。好，先把它买给100个吧。因为我这个是一定要拿尾饰的，所以我这样算下来感觉是不够的。我等一下还是要再储。OK， 目前50抽。哦，有跑动画了，抽到什么？啊，车牌。好，70抽。哦。又有了什么呢？啊，是那个面试，面试啊，老板我要面试。好，100抽了，100抽，目前都是抽到一些有的没的啊。好，我这边买了一个50个礼包，这个可以先试用的。好，看一下这个尾饰 ，OK， 120抽，等于说我还要再准备240抽。OK， 好。这边再买吧。2080，哇，我现在只能再买70抽了。70抽下来那就是190。哦，又跑动画了。好，这个是胎痕。OK， 这个胎痕看起来蛮帅。哦，又有个动画了。头饰。OK， 再来。没有东西。再来。剩30抽。20抽。最后10抽。OK。那我现在是190，那我这边电池也不够了，那我要先去储值。然后，哎，对，我刚刚看了一下那个大厅，现在好像有新的一个活动，就是这个机械困宝的理财活动，所以你们可以直接从这边购买，然后他会送那个代币，然后你们也可以一边储值电池，一边拿这个机械困宝的理财活动，那它里面也会送一些电池，所以基本上这个活动是划算的。铁定是划算的，因为它你买1100的电池，然后它送这10个代币，这10个代币可以再从这个池里面再去获得其他的奖励，然后里面有电池啊一些等等的，所以基本上你可以花470块可以获得更多的电池哦，然后它保底1100再加里面奖池的电池，所以这个理财活动基本上是可以用这个获得的。好，那我就利用这个机械困宝理财活动来把我的电池买满，然后再到我们的赤灵毒蛇那边去抽吧。OK， 我这边是抽完了，然后继续买，继续买。好，这边要先跳出去一下。好，最后呢，真的是花了太多时间在抽了，然后我这边就直接放上我抽完的画面，然后我刚刚还顺便去刷了一下它的特殊色，两个特殊色我都刷到了，一个是冰晶的，然后另外一个是黑红，然后两个好像200刷以内就中了吧？对。我原本是300多个，现在剩151个。好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冰晶，再看一下这个黑红。我个人是比较喜欢黑红的，因为我的冰晶先刷出来了，所以我就再继续刷了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外观的部分。
真的是非常非常帅啊！我个人认为这台跟黄金魔怪骑士呢，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台啦，因为紫夜混沌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这台车的外观就很帅了。然后这台升级版，我个人是认为更帅。好在这个流光呢，我刚刚很可惜是没有抽到哦。然后我们现在再去试看看。然后我刚刚有发现，现在有一个活动是可以用 KB。酷币来购买神秘钥匙，然后它好像是五把吧？对，好，我们看一下流光，对，在右上角，就可惜差一个这个流光我没有抽到，然后我现在目前是360抽，我就停了，因为我拿到尾饰跟车子之后，我就先暂停。好，我现在先把这个流光抽抽看，最后可以抽多少？哎，有了，刚好最后十抽就中了。好，这个流光 OK。看一下哦，流光的特效，哇，非常非常帅，好不好？哇，这个流光 加上去，这个奢华感，这个高级感就是不一样了。告诉人家你是360抽以上的男人。好，那这个强化部分我是改了10/87。好，再来我们看一下人物的部分，车手呢，这个猩红女巫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外观。我个人非常喜欢这个角色哦，我觉得他的特色性很强，而且可以看到他的眼睛是一个红色一个黄色，哇，双眼啊，有没有阴阳眼的概念？然后他的手也是一个龙手的概念，是龙吧？这应该是龙手还是什么手？不知道，反正就是一个恶魔之子的感觉。然后可以看到他有翅膀，然后他的衣服其实就跟复仇者联盟的绯红女巫穿得很像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能力的部分，对局经验加 5%， 金币加 5%， 基础动力加 1.5， 脱漂动力加 1.5， 我个人认为这个能力值算是不错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机械矿宝，那机械矿宝的能力值呢，在排位赛获得第一名经验加 15%， 金币加 15%， 氮气动力加 1.8， 基础动力加 2， 能力也是还不错的。对，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个毒蛇的尾饰哦。那它的能力值呢，是竞速模式启动主动额外加速，也就是超越系统。再来是提升了氮气时长，提升了尾流加速时长。那这两个都是提升关于氮气跟加速的部分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车子的性能数据怎么样吧。那如果各位想要看这台跟魔光骑士两台的数据比较的话，可以看我上一支 S18 更新抢先看的内容，里面呢有两台做比较的影片哦。好，起步来到 199.3， 我们可以看一下直线加速的部分。直线加速表现是非常好，来到了 200.5， 表现不错。好，再来是摇头加速的部分，摇头加速来到了 226.7。 好，再来是氮气加速，氮气加速部分来到了 278.7、哦、表现是相当快哦。好，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加速最高的时速会来到多少呢？直线的部分是来到了 219.3 哦。好，再来是氮气，我们看一下开了超越系统它的表现会怎么样吧。哦，来到了 309.2， 非常非常快啊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甩尾的部分，甩，哇，它这个流光很明显哦。甩尾是来到 101.4， 表现也是不错哦。好，那因为排位赛部分还没有更新哦，所以没办法做实战的部分，就先来跑一下计时吧。那毒蛇这台车呢，我在上一支影片呢、就有提到，这台车的手感我个人认为是非常好的，整体的操控非常好适应，尤其是如果你们之前就有氪紫夜混沌的人啊，这台车我想你们应该会非常喜欢。虽然官方把这两台车做一个区隔，但实质上两台车还是属于同一个车系的、这台毒蛇呢，你就想象它是紫夜的升级版，各位应该就可以理解了。那魔光骑士，我个人认为啊，车子的手感操控方面是偏重，也会有一种屁股较大的视觉感，所以这两台做比较的话，我个人是偏好毒蛇的手感及外观。那这两台车本身的数据来说，绝对是毒蛇大于魔光，但如果说把尾饰加进来一起做比较的话，就不一定了。魔光尾饰的起步加成是非常可怕的，让你在起步时可以直接出去领跑位，这部分的能力也是非常实用的。所以如果说你已经有魔光的玩家，确实是可以先不用考虑毒蛇，除非你觉得起步对你来说实用性不太大。老实说啊，综合起来的能力，毒蛇绝对还是强于魔光的、因为尾流加速时长跟氮气时长，这也都是在实战中很常会用到的能力。再来就是最重要的超越加速，这个能力也是非常可怕的、
就想像你凭空有一个加速带的功能，绝对能为你整场带来更亮眼的成绩哦。这样解释的话，希望大家都会有理解了。毕竟两台车都是主流现役车，花费也都是不便宜的。这台毒蛇呢，我刚刚算了一下，我除了1190块电池的部分，再来呢是除了5个机械困绑 B 计划470块，一个 A 计划70块，一共是3610块，也是一笔不小的花费哦。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在氪金前呢，可以有个参考，好让你们花钱买到一台自己喜欢的车子。好啦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啦，我是还在努力的小宝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